他睡着了，什么都看不见的。对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好。麦先生，有个年轻人送你女儿回来，正上楼呢。看他的样子，绝对会在门口抱着你女儿狂奔的。好，麻烦您了啊。你不要这样，我爸爸在里面呢。啊，好吧，拜拜。哎，不要看后面，别出声。哎，什么？现在可以看了。你亲我一下，我回亲你一下，这样不就亲了吗？拜拜。哎，不如隔着气球亲一下吧。不行，哎，我爸爸可能会在里面偷看呢。你爸爸当他避实。把气球拿开着，那我不是被你亲到了？那你拿了。好吧。跟你沟通，我不要跟你沟通。哎呦喂，不要！哎，今天来吧，咱们见礼包酒啊。哎你有没有恶意的？绝对善意的，你放心，乖女儿，闷你的身，你睡觉去吧。